为什么说雷塞没资格九点子？早川家居然早有马奇马的眼线。大家好，我是阿树，本片是电锯人暗线系列雷塞篇最后一集。上集我们分析了马奇马是如何借刀杀人夺权公安，并因为内部间谍泄密派毕姆全程监视电磁，而刺客方的雷塞也因为对电磁动情四度调整自己的作战计划，最终变身武器人和电磁对拼。但从始至终雷塞都初心不变，从电话亭见到电磁的小花开始，他就把自己放在一个施救者的位置上，即便他完全不够格，这点我们后段会说。雷塞不仅手把手教电磁游泳，还全对全教电磁战斗，当然教学的过程是惨烈的，武器人化的电磁根本打不过雷塞，雷塞可以把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化为炸弹，手指大腿随便爆炸，一度把电磁打成人质。还有丘克暴力魔人赶来支援，雷塞一看现场一对二的局面，赶紧喊出台风小弟对战。这里提一嘴，雷塞喊出的台风应该是幼年版，成年鼻毛版在电锯人第二部中出现过，害死了三英的妈妈。在雷塞被丘克暴力牵制时，天使恶魔找来一位将死的路人，温柔地送走他后，用他的血让电磁恢复。这里也体现出天使确实是对人类友善的乡下老鼠。而满血复活的电磁在好老弟鲨鱼魔人的建议下习题新坐骑，用链条调教胯下的闭幕，达到高速移动的目的。雷塞看了只能说六。其实这是 B 级片爱好者藤本树致敬全球知名烂片连拍六部的杀卷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来看一下。从洛杉矶的海滩一路打到人类毁灭地球爆炸，相比之下电磁只是把台风做成了大肠刺身，仅仅保留了一点恶魔的味道，而雷塞也借机秒了鲨鱼，于是失去小弟的两人开启了最终决斗。战斗前电磁问雷塞为什么不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干掉自己，雷塞沉默了，作为杀手不能暴露自己的温柔，更不能让电磁知道他动情了，动情是他的失误。电磁继续火上浇油，说雷塞不该教他游泳，随后便把带有锁链的手臂飞出困住雷塞，于是两人一同沉入海底，美好的就像那晚在泳池嬉戏的他们，一切仿佛又回到了起点。镜头一转，黎明的海滩，好兄弟毕姆把两人捞起，电磁还贴心的把自己的衬衫给雷塞穿上，而雷塞也已失去战意，原来作为炸弹武器人他没法在海中点火爆炸，而如今又被对手电磁救起，终于认输。但作为间谍他非常不理解为什么电磁会放过自己，正如他第一次见面时不理解为什么电磁会为自己表演魔术一样。电磁说，因为如果不救你就好像总有东西卡在喉咙，感觉很糟。更让雷塞没有想到的是，电磁居然邀请他一起逃走，想不到这美人计还有延迟啊，早点答应少死多少人。但这回换雷塞拒绝了，他先是坦白间谍的身份，然后告诉电磁自己杀了很多人，如果电磁和他一起走就是包庇罪犯。电磁则不以为意，说虽然是骗人的，但自己还是喜欢雷塞，况且雷塞教会他游泳总是真的吧。是呀，再厉害的间谍也不是机器，也许浪漫的邂逅是刻意安排的，但过程中的悸动却是真心的，电磁相信自己的判断。但也正因为雷塞知道电磁是如此善良和单纯，不希望电磁被自己污染，所以用了一个摸头杀拒绝了电磁。看着走远的雷塞，失去行动能力的电磁大喊，今天中午我会在咖啡店等你一起私奔。回家后的电磁迅速收拾好行李和钞票出门赴约，但这一切其实早就被马奇马看在眼里。通过后面的剧情我们知道，马奇马作为支配恶魔拥有支配小动物监视的能力，而在电磁走后，藤本树画出了猫咪全程目睹电磁的分镜，所以马奇马必然是知道电磁的动向，这也很符合马奇马的风格。丘、帕瓦讨伐枪木的目标，甚至他自己都是他困住电磁的筹码，再在早川家放一个间谍合情合理。但雷塞这边并没有打算和电磁私奔，在乔装一番后准备搭车逃跑，但他犹豫了，端详起手中的小花，原来他在来车站前去了之前电磁捐款的地方，那是为帮助被恶魔伤害的小孩设立的慈善机构，也正是这次捐助害死了雷塞。雷塞之所以愿意帮助小孩，其实是他在赎罪，为自己干过的坏事赎罪，尤其是明明自己从小就被恶魔伤害，如今却还要伤害别人。但他没办法逃离，只好选择给孩子们捐款，以此减轻自己的罪恶感。而当他接过志愿者手中的花时，他惊讶地发现当初电磁送给他的花正是来自这里，这再次提醒了他电磁的善良，也想起了电磁愿意给自己这位有罪之人绝对的爱和信任，这样的电磁值得他冒险拯救，这样的行为也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赎罪。所以雷塞没有上车，而是转身去赴电磁的约。这里刀刃恶魔藤本树还特意用雷塞出场时一样的分镜绘制了雷塞最后的赴约，只不过上一次的赴约是为了刺杀，这一次是为了拯救。就在雷塞即将走出狭窄的小巷来到电磁身边时，被马奇马支配的城里的老鼠幻化成马奇马的形状。我也喜欢乡下的老鼠，马奇马用这句话告诉雷塞，你对电磁做过的一切我都知道，真是杀人诛心了。而马奇马喜欢乡下老鼠的理由，我想只是因为方便支配吧。
确实，下一秒，另一只乡下老鼠天使听话了，从高处发动攻击，用雷塞砍掉电刺手臂的方式断了他准备拉开关的手，也扎穿了雷塞的心。倒在血泊中的雷塞看向近在咫尺的电刺，说出了那句：“电刺君，其实我也没上过学。”也正是这句话，让雷塞放下了自己施救者的身份，开始平视电刺，接受了他那份纯粹的爱。对于电刺，雷塞确实不是一位合格的施救者，因为他并没有比电刺懂得更多。在和电刺差不多的年纪，为了组织更大的目标而卖命，雷塞身为间谍豚鼠的生活可能比电刺还要更糟。但对于他自己，他却是最合格的施救者，因为电刺的出现，他最终选择直面自己的内心，去拯救自己最后的善良。虽然失败了，但他却救赎了自己。这也是为什么雷塞是电锯人中我最爱的女性角色，出场虽短，但人物的弧光非常完整，简直是这个杀手不太冷的漫画翻版。职业杀手和纯情小孩的搭配永不过时，真的太杀我了。至此，雷塞篇完结。如果你喜欢雷塞篇的故事，可以订阅我一波，之后我会推荐一些类似雷塞篇这种结构精巧但反转超多的短篇悬疑漫画，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咱们下期见，拜。